我是恨你，每时每刻都想把你千刀万剐了，为父母报仇。 仇恨，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。万魔朝拜，吞噬他，将他永远留在黑暗里。我要带着亲人的爱活下去。龙鱼集武式，龙行天下。 出现了，年轻人，火气不要这么大。我只是噬魔刀里的一缕魂魄，可不是真正的黑武皇。那真正的黑武皇呢？早已死了。千百年来，只有你通过了考验。这柄噬魔刀留给你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掌握黑暗的方法，我会通过神识交给你，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了。多谢前辈。 之后你若是遇上什么困难，我必鼎力相助。但今天我太累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对了，如果你真见到圣师，记得带我问好。噬魔刀和这里的一切，就交给你了。圣师就在外面。算了，还是不见为好。 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新的主人。